弟弟干嘛这副样子？气哼哼的。转天就是上巳节了，何不等福星一水之后再回梁国？你呀，还欠了姐姐一个人情呢。姐姐怎么连你也不帮我呀？这京城弟弟哪有心情再陪我？上巳节迎春，你们自己乐去吧。瞧你气儿粗的样子，姐姐呀，其实什么也不图，只图你跟姐姐喝一杯喜酒，庆贺我和王娘娘，我们呐，已经结成儿女亲家了。 这婚事不寻常，是亲上加亲呐！来，干！陛下，臣请陛下代我问候留置。这个小家伙很可爱，臣弟感谢陛下为我设宴告别。这样吧，我诚信献舞一轮，怎么样？以答谢陛下。 对臣弟的隆恩，谢陛下，拿剑来。 专修一条大道入京城，以便能尝尽孝道与太后。丞相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直说，修这条大道到底是为了来看太后，还是另外有什么想法？臣不便做太多，但是。 自从平吴楚之乱以后，梁国的军力已不在京师南北之之下。如果修了这条道路，一旦有事，那么梁国的重装战车一天就可以抵达京师。也就是说，京都若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他梁王第二天就可以带重兵抵达。 后在函谷关外呢。是啊，这个函谷办事一向挺谨慎的。现在他已经是朝廷大员了，函谷相今非昔比喽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这主筹的鸭子又飞走了。不怪寡人计划不周，主要是对手不清楚。看来朝中有一帮子人在会寡人的大事啊。皇上还反对修那条直通大道。 这样看来，为皇上出主意的还是那帮军功重臣，后宫的娘娘们不会有此等眼光的。先给我一个一个的查清楚，这些人都是谁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不管他是谁，寡人绝不会咽下这口恶气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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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陛下。 谢陛下，谢陛下，谢陛下。
哼，必算什么呢？哎，你去把那个谁，那几个皇子都叫过来。这些日子太后身体一直不好，皇上也闷闷不乐，心事重重。今年的上巳节可是冷清多了，梁王立储的事，太后虽然让了步，皇上却没有丝毫取胜之感。 是啊，本是母子，应也赢得够伤心的了，所以立太子的事，短时间万不可再提。皇上是至孝之人，容不下太后再受什么伤害。立储可以不提，但是册立皇后，母亲却无理由拒绝吧？有君不可老无后啊，陛下。 廷尉张无听说陛下十分关心长安城里的治安问题，特选了几宗最近发生的大案，呈请陛下过目。啊，你念，你念。第一件，儿子杀继母案。啊？一个养子杀了继母，凶犯叫方年，咸阳人。方年亲母死后，父亲纳了一妾，这女人与人发生奸情，杀死了丈夫。 然后报官说是强盗所杀。方年当时年纪还小，长大以后，方年知道了真情，便将这女人杀了。依照汉律，杀死父母犯了大逆之罪，依律应凌迟。廷尉也是这样判决的。妹妹，你看他们，廷尉判的不对，这儿多嘴。嗯。 怎么不对？到这边来，方年杀的只是继母。继母不是母？这继母啊，最多只是假母。因为他与儿子并非亲生骨血，而仅仅是由于与父亲有情爱。但是继母已经杀死其父，这就表明这种情爱已绝，而且。 对方年来说，这女人乃是杀死其父亲的仇人。方年为父复仇，杀人触犯法律，只应以杀人罪追究之，而不应论以杀母亲的大逆不道罪。说得好！不是，这个大汉的刑律，你知道了不少。而其继母本身已先有杀夫之罪，罪也当死。方年应由凌迟改为死刑。 再简易的啊，判死牢苦役。来来来，拿过来，挣看看。一个小孩，我廷尉的判决给否了啊！去玩吧，去玩吧。玩去了。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啊，走。跟张欧说，他判的连个孩子都不如。 来来来，《大汉刑律》听谁说的？是田汾舅舅教的。真没想到，朕今天跟前有一道题，不容易断。没想到，让智儿。 三言两语就李哲廷尉，这孩子聪明，真想在他行官礼的时候给他改个名字，刘彻。彻。嗯。 清澈聪明，臣妾代刘彻敬谢陛下。朕一直记得你的生他时候的那个梦。是啊，那天我梦见红日入怀，吓了我一跳。那是贵人预兆。
我一直跟你说，不要跟别人提这件事儿，是因为宫闱复杂，多加小心。陛下，我只跟您一个人说了，之后我再没提起过。这就对了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那以后啊，朕来这儿的次数会少一些，你要心中有数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嗯，陛下随意，只要陛下舍得。是啊，舍得，舍得，不舍，怎么能得呢？你上次在长安跟朝廷里究竟做了什么交易啊？啊，你倒合适了，在皇室和太后面前讨足了赏，回来封你做了国相。不过你别忘了，你就是官做得再大，你还是寡人身边的一条狗。大王，今朝廷之上，朝中请益，无非全靠几位重臣主持，朝中的大臣们也都看他们的脸色行事。其实只要除掉窦婴、袁盎这几个老家伙，朝中舆论必然转向。代王，万不可行此不道之事啊！滚，给我滚出去！再也不想见到你，把他关起来。皇上宣唐姬侍寝。这皇上没别的毛病，哎，就是喜欢乱找女人，这样下去这后宫嫔妃间又不知道会闹出些什么事儿。的确需要选一个能母仪天下的后宫娘娘，你看谁比较合适？这事儿啊，咱俩说了不算，这得让皇上自己选。这男人看女人呢，有几个看得准的？其实啊，女儿倒觉得有个人挺合适的。哦，那你说说看，看你心里想的跟娘心里想的有多大的距离。女儿可不敢说，女儿要是说出来，万一不合母后的心意，女儿多没有面子啊。要不然你把手给我。嗨，瞧你这丫头，您就伸出来嘛。这么大的事你当是游戏呀？嗯，娘啊，不是没有想到他。可这王美人进宫之前就已经结过婚了，这大汉天下的皇后在民间还有一个夫君，虽然呢早就写了休书，可娘心里总觉得。娘，这说了半天，您是嫌弃王美人曾经嫁过呀？可是咱的太皇太后，我的老祖母，当年不也是魏王豹的王妃吗？可高皇帝不一样娶她为美人吗？他的儿子文皇帝继承汉室天下，谁敢笑话他呀？您老人家气量比天大，哪里还在乎这种风言风语的？好吧，等皇上来了，我跟他说说。
娘娘，你没事吧？你去歇吧。奴婢刚才听见哭声。我让你去歇了。那。高高的啊，袁要见袁公吗？你是何人？老夫并不认识你。请把门关上，会告诉你的。把门关上。你说。我姓郭。你莫非是江湖闻名大侠郭瑾？我是梁王用重金聘来的刺客。刺客？刺谁？当然是你了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快快动手啊？我向人打听过大人的情况，知道你刚在太后面前做了一件安天下的大事，看来你是一位正直的长者。虽然我收了重金，但我深知忠义二字。我平生做事的原则是不杀好人，除恶务尽，所以我不想对你下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不必问我的名字，小人也不想将我的名字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。小人注重名声，重于金钱。朕奇侠也，切。我虽然这样走了，但梁王已经定了决心要除掉你们，所以我奉劝大人一句，好自为之。在我之后还会有大批的刺客，望大人多保重。壮士等等，壮士尽管拿走。请大人把它收回，我爱金子，但取之有道。壮士未在，不过你刚才说梁王要派人杀你们，老夫想知道这个你们是谁。我劝大人只管自扫门前雪，我并不知道细情，也不该知道太多。大人，大人，给我点吧，大人。大人，我饿死了，大人。马志邦，闭嘴！求求你了，闭嘴！想吃吗？想吃你就爬过来。嘿，不错，你呀还有些人缘，有人出了300铢大钱让爷爷我给你弄碗素米饭吃，也真够奢侈的。这要搁在外头，能买半亩地呢。是。吃啊。来来来，想吃素米就得这样。这回给你吃了，下回再想吃，告诉他们，下次得付黄金1两。不是本吏难为你，是梁王有旨要饿你7天7夜。真想吃就忍着点儿，亏你也是做过大将军的，这吃相可不太好啊。小子，你就不怕我有一天死灰复燃吗？哟呼，就你，你老儿还想死灰复燃？你要真能死灰复燃，那我也能撒泡尿再浇灭他。告诉你，谁让你得罪杨胜和公孙大人呢？他们才是当今梁国的顶梁人物，他们让我弄死你。陛下，陛下，有件事你得谢我，你还真得谢谢我。什么事儿？我呀，刚和太后选定了一位皇后，就看陛下是不是觉得合适了。
但是啊，我和太后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心里到底喜欢谁？你让我心里有个数啊！你别这么看着我，你说话呀！如果你们说的是这个人，朕就准了。其他的，不要谈。是他呀，陛下，咱们呐真是想到一块儿了。娘也是这么想的。对呀，朕就是想你和朕总还是能想到一块儿的。既然这样，就下诏命借着这股劲儿赶紧的。不行，现在丽贵妃刚死，这个时候颁布诏书对王美人不利，丧期一过，朕就颁诏。告诉你，朕把皇后大典的朝服都叫人去做了。就快点，就再快点，就右边，就向右拐，向右拐，就御袁大人，周丞相在吗？丞相出门办事，请来人到客厅等他回来，请。大人，外面有人要面呈大人，递送宫中急件，请他进来。来，大人，急件呢？在这儿。快到窦明将军家。就快点，再快点。就是你的马挡了我的车，是你的车拦着我的马。哎，你少废话，你少废话，听老子的。你不让啊，你不让是不是？我就是不让。怎么着？不让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打压他。快点，快点。哎，敢哎敢。哎，这哎干什么去？哎，哎你怎么着？打不死你我！我袁大人吗？我是袁啊，找的就是你。窦将军，你要当心呐！大人，什么？袁公被人刺死在府邸墙外了？是的，刺客已经潜逃了。赶快派人到中立府。诺，快去。清楚，到底是出自何处？冯佐长，诸位大人，怎么样？那把剑的来历查清了吗？这把剑是新进驻的，出自东市的一家店铺。铸剑的师傅姓姜，据他说，此剑乃梁国的郎官郑卫的儿子郑怀国上个月订的。可以确认是出自姓姜的手吗？可以确认，上面有他的印记。既然这样，先把姓郑的抓起来。中尉下的命令你们怎么不回话？不用大人您说，下官当即就下令缉拿。无奈这个郑怀国不在，就连与郑怀国沾亲带故五府之内的亲属竟都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所以什么？本官刚来中尉署的时候
你们人人都好像有千条内线万条消息，无时无刻不在提示本官这案该如何，那案又该如何。可如今证据在手，凶犯的行踪也已查明，你们却推三阻四不去缉拿，什么意思？是害怕了，还是另有隐情？说。冯佐丞，你好像有话要说。中尉大人，此案来头太大，兄弟们未得证据怎敢乱言？谁能保证下一个被杀的不是说话者本人？来头大有多大？能比圣上还大？圣上命我中尉署全力侦缉，还有比生命更大的来头？中尉大人，只要您想想其中联系，就能明白个八九。这十几位大臣全都因为同件事得罪了同一个贵人。我听不明白。他们可能是怕。怕什么？贵人贵人什么贵人？不就是梁王吗？告诉你们，不管郑怀国是梁王什么人，三天之内必须给我拿到，否则别怪我苍鹰对你们不客气，听见没有？诺。快去。诺。几位师傅，还得麻烦您跟我到中尉署走一趟，把罪人郑怀国带上来。走。走。快点。师傅，是他吗？诺。就是他。你抬起头来，让我好好看看是谁给了你这么大胆子，敢在京城里谋杀重臣。你的同伙，你的后台，你的老子。抬起头来，上重刑。走。不是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我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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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拖回来，走，说。梁王来使，宣赦杭安国大人出狱。还想逃跑？你就不怕我灭了你的九族吗？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实在是该死啊！放开他！你不是要撒尿吗？你现在就逃家伙，尿给我看一看。韩将军饶命啊！韩将军饶命啊！我要是杀了你，就像踩死一只蚂蚁。哼，你还不够资格由我来处置。记住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死灰也能复燃。以后不要做过头的事儿，说过头的话，就是对待罪人也要留三分人道。起来吧。谢大人饶命，谢大人饶命，韩大人你万福，韩将军。滚吧。啊，未晚未晚。臣未晚叩见陛下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哎呦，你这个气色很好啊，看起来你在乡下养得不错。陛下，臣赋闲在家，不能为陛下分忧，罪过。你赴监期间呢，朝廷可是出了好几件大事儿。朕重新册立的皇后废了太子，还有人杀了袁盎等十几位大臣。这个案子啊，你的后任治都正坐镇梁国处理此事。臣惭愧。
这个当初朕也是有意不让你多做那些得罪人的事儿，假如一些是是非非，有意把你藏一藏，现在你得出来做点事儿。魏婉啊，你说要是有一天朕不在人世了，这个朝廷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陛下万寿无疆，臣断然不敢做此假想啊。哎，不来这个，不来这个。你是不愿意说，那么朕告诉你，当年高祖感叹天下汹汹，兵连祸界，成败未可知，经先帝一代，裕民休息，无为而治，国力上升，但成败依然未可知。北方匈奴日益猖狂，朝廷越是忍让，他的入侵和骚扰就越是严重，威胁一天比一天大，是不是？陛下，再者，七国之乱刚刚平息，可诸侯和朝廷很难相处。不是刚刚就有人制造了十几位大臣一夜之间沉尸皇城的事儿吗？还有，朕的儿子刘荣削去了太子之位，日日牢骚，心有不甘。刚刚得到消息说，他竟然侵占了太庙之地，用作自己的寝宫，正像贾谊当年所说，那些以为天下太平的人，其实呢是在干柴烈火上睡觉，自欺欺人。陛下，皇子请来了。刘志参见父皇。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来过来，来站这儿。啊，这是朕的小儿子，见过吗？臣初次拜见始皇子。哎，朕今天不是让你给他行礼，而是让他给你行礼。侄儿，来，给老师行礼。刘志敬拜老师。他叫你老师，也就是说你是太子太傅了啊。陛下，这就是朕将来要选定的太子。父皇，您没跟孩儿说过。嗯，来，坐上来，坐上。是，朕将来会把这个江山托付给你，你好好的跟老师学，学做人，学做事，学做皇帝，学平天下。父皇，我不想做皇帝，我不要父皇离开我。父皇，我永远只是你的皇儿。别傻了，孩子，总有一天父皇要离开这个人世的，将来朕不会把皇位让给梁王，让给刘荣，而是会把他交付于你，现在就得做些准备了。父皇已经把你的名字改了，叫刘彻。彻，明彻的彻，彻底的彻。你呀，做太子太傅，
不要教他弄刀使枪，也不要教他琴棋书画，你就教他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陛下，臣诚惶诚恐，臣何德何能？陛下，嗯，天下之命悬于太子，太子之善在于选左右，左右正则太子正，太子正然后天下可定矣。教他儒学，陛下非你莫属。陈公公，皇上今天为什么这么严肃？出大事了。什么大事？有人把天给捅漏了。就因为人家反对立他为储君，他就让袁盎等十几位大臣沉尸街头。这周丞相因为在朝中值班才幸免于难。这窦婴窦大人是因为得到了袁盎死前的报信，这才逃过一劫。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风头，我汉朝有史以来闻所未闻。我不相信，你有真凭实据证明是刘武所为吗？据擒获的人犯口供，直接指挥这次刺杀行动的是梁王的左右杨胜、公孙轨。刺杀的目的再明确没有，凡是反对立他为储君的一律割杀。至于老三，朝廷派往梁国的人也都快回来了。自会有结论吧。你们得给我找出证据来。是太后。此事关系国法，如何处置？皇上自己决定吧。出了这样的事儿，完全是因为太子之位空缺才引起的一些人的非分之想。你是想立太子了？打算立谁呀？母后，皇儿以为当务之急是先立皇后，稳住人心，稳定天下。那各位大臣们的意见呢？回太后，当早立皇后，以皇后母仪天下，既可转移立储之争，又可以稳定天下人心。臣同意。圣上英明。皇上打算立谁呀？母后，皇儿心里想的不知是否合母后心意。皇后之位当立王美人、王娘娘。
那就是她吧。你的媳妇儿还是你来定。期待着白衣。